那我们在上课之前，请大家调整好动机，为了利益一切的友情，希望早日获得佛陀的果位。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来今天听广瑞的课程。好，那请大家看到菩提道次第广瑞227页。看到了吗？看到了，可是可惜了，我们上次是上到225。26吗？对。不是27吗？是不是二？哦，226，对对，226。226页的第1、2、3、4、5、6第8行。如是善思胜利过患，从这里开始对吗？嗯，没有找到吗？没有。可惜了，那是我们课本的第一行耶。什么第一行业？226页的第一行。第一行，第一行那个段落已经讲完了。我们的，我不知道别人的，我的课本《如是善思胜利过患》在第一行。嗯，他不管是在第哪哈，就是从这里开始吧。好。如是善思胜利过患。嗯，从这里开始。小敏还没有找到吗？有，我有找到，可是它是一段的尾巴了耶，然后再接下面的比丘自他。怎么会啊？对，它是上一段的后面三句而已，它只有剩三句，然后就换下一段了。比修自他换一支。少文，那个在四家合著里，它是一段的开头。哦，我们的广论可能那个段落有点不一样。对、啊，好，那我就从这里开始念。嗯，是不是？如是善思胜利过患，则能自心爱乐修习，又见修习便能升起。比修自他换一支里。次第云何言自他患，或说以自他以自为他，以他为自者，非是于他强念为我，于他言等念为我所而修其心，乃是改换爱着自己，弃舍他人二心地位，应当发心爱他如自，弃自如他。故说改换自乐他苦，因之亦是于我爱执自如愿主，灭除爱众我之安乐，于他爱执变为功德，灭除弃舍他人痛苦，于除他苦因众修习，总当不顾自乐而除他苦。啊那在这里的话呢，嗯，在明确这个确认
上面不是讲到自他交换吗？要自他交换。那所谓的这个自他交换呢，就是就是怎么换，或者是就是在确认怎么自他交换。也就是说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自他交换，如果我们能自他交换的话，那就是有功德，那不换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过患。那则能至心爱乐休息，又见便能生起，必修自他交换意之理，次第云何？也就是说，就是想要对这个修自他交换，升起个什么呢？就是欢喜，也就是说感兴趣的这样的心的话，首先呢就是要去思维自他交换的话那有什么功德，那不换的话呢有什么过失，也就是说要去思维这个过患和功德。那然后呢我们就会了解就是自他交换的话，就是会有会获得很多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珍爱他人舍弃自己的话，那就是有很多的功德，对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帮助。那这样的话呢心里面呢会有，就是会产生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去修这样的一个。所以智能则能至身爱乐修习，会生起个想修行想这个修这个法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勇气。那这个自他交换的话呢，它的次第又是如何呢？首先呢就是在明确自他交换的这个方法。那自他交换，所谓的这个自他的话呢就是不是说我不是说就是怎么说自为他，不是说非是于他强念为我，于他言等念为我所耳修其心。那所谓的这个自他交换的话呢，不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他对方就是我，或者是对方的这个言而等等，那就是我的等等这样的，我的眼睛我的耳朵等等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那同样的也不是说我就是他，或者是我的眼耳那就是他的眼睛或者是耳等等这样的。那自他交换的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改换爱着自己舍弃他人二心之地。那怎么改呢？就是应当发起爱他如自，弃自如他。就是像珍爱自己一样，就是珍爱别人。那然后舍弃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心呢，它就是
对其他的人比较没有那么亲近嘛，对不对？那也没有，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跟他没有什么的关系等等这样的。那这样的心呢，就是改换成什么呢？就是舍弃自己，那真爱他人。所以说这样的两种心呢，就是把这个心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跳对，就是跳换。这个呢，就是自他交换的这个方式。那说改换自乐他苦，因之亦宜与我爱执是汝冤敌，面出爱众，我之安乐，于他爱止，见为功德，面出弃舍他人的痛苦，于除他苦因众修行。那接下来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真爱他人舍弃自己，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对他人的这个态度就像真爱自己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相反的，就是为什么要舍弃他人一样舍弃自己呢？因为我爱之，是如冤敌。因为呢，就是上面讲的一样，上面入行论里面呢有一句嘛，就是尽是所有乐，悉从利他生；尽是所有苦，皆从自利起。因为啊，一切这个什么呢？安乐呢，就是来自于他人，就是真爱他人。所以呢，舍弃他人的这个呢，我们就是要把他就是视为敌人一样的，就是尽力的去消灭他，尽力的去减轻，去减轻他。那这样的话呢，自然的在心里面呢，就是真爱他人的这个心呢，他就会慢慢慢慢的会培养起来，就是会增长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段落呢，就是在讲，就是思维这个自他交换的胜利和过患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做的，也就是说要修的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这个自他交换，了解这个什么真爱他人的这个功德，那然后去尽量的去关心他人，就是照顾他人。那帮助就是他人。那然后呢，就是了解真爱自己，就是爱主爱自己的这样的心的这个什么呢过患。那然后同时呢，我们就去什么呢，减轻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就是私心比较那个什么自私的这样的心嘛，也就是说只顾自己不为别人着想的这样的就是心，也就是说把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当做一个冤敌，就是罪恶的就是敌人，
那然后呢就是尽量的，也就是说就是想办法让它减轻，让它就是消失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让它消失。这个是在这个段落当中的就是最主要的内容。那然后接下来呢因为修建的自他交换的心呢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那修这个心呢它就是有两种的障碍。那接下来呢就是会提到这个两种的障碍，那然后呢怎么去对治，也就是说怎么去遮止这两种的障碍的方式。好，请继续。此中分二：一、除其障碍；二、证明修法经出。修习此心有二障碍：一为执自乐他苦，所依自他二身，犹如青黄各个类别；次于依此所生苦乐亦变念云，此是我者，应修应除。此是他者，轻而弃舍。能自持者，为观自他非有自性各个类别，维护观待，于自亦能起如他心，于他亦能起自觉故。如彼山此山，譬如彼山虽就此岸，其彼山心若自彼山，则定发起此山之觉，故不同清色，任待于谁为起清觉，不起于色之觉。如集学论云：修自他平等，坚固菩提心，自他为观待，望如此彼岸，彼岸自非彼，观谁而成此，自且不成自，观谁而成他。此说唯由观所带处而假安立，全无自性。好，那自他交换这个修行自他交换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两种的障碍。那第一种障碍的话呢第一种障碍的话呢就是就是执着自他二身，犹如青黄各个类别。第一种障碍呢就是就是自他就是执着为各个类别。那这里的各个类别呢，我们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自他呢，我们是怎么讲，就是自他呢没有任何的见，就是不相干的见的，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关联的，这个就是第一个障碍。就像什么青色和黄色一样，就是青色和黄色呢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嘛，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青色和黄色所以呢我们把对方和自己呢看成就是不相干的，就像青色和黄色一样，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修自他交换的这个心的一个最大的第一种障碍。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执自乐他苦所依。因为呢就是自他里面因为应该有这样说，自他里面呢它包含了就是所有的友情，所有的友情
所有的友情的这个苦乐呢，就是来自于自他。所以我们把这个自他自他呢，就是看成一个看成一个什么清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两种东西的话呢，就是那所有的这个不愉快的，或者是怎么说，就是负面的这些呢，它就会产生，它就会产生嘛。比如说在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或者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旁边的人和我，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团体里面的人还有我，或者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啊，就是我和其他的人呢，就是认为这些人都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或者是不相干的。那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跟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这个都是他们要自受的等等这样的想法。那然后呢，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是自己要解决的等等这样的，就是自己要承受的等等。那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自他二身忧辱清环各个，就是别类。所以说在一个家庭啊，不管是家庭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团体里面啊，有这样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心里面呢，就是当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就是其他的人呢一定会对我们有一些看法，这个是根本不用说的。那甚至呢有一些人对就是诽谤我们，就是骂我们，对不对？这个是一定会的。因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执着心呢，它是特别特别的自私的，就是它只顾自己，那没有任何的就是顾他人，也就是说为他人着想的一个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心啊。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到什么样的地方，他就会什么引起人家的就是负面的就是看法，或者是什么呢等等这样的。那然后呢相反的，对不对？我们珍爱自己什么就是珍爱他人，舍弃自己。那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在家庭或者是社会啊团体等等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就是其他的人呢都会喜欢他，那都会什么就是赞扬他，对不对啊？对他好啊，成为朋友等等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自他的话，他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以这个家庭来说的话，自己呢就是我，他的话就是家里的其他的就是成员那然后在一个团体里面来讲的话自呢就是我自己，那他呢就是除了我以外的就是团体里面的这些团员，那在社会国家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包括了一切友情，就是一切友情。所以自他呢它就是一切自他的苦乐的来源，也就是说苦乐的这个所依，应该是说所依，不能说来源，就是所依。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自他，我和对方，我和除了我以外的不特切罗呢，把它看成就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跟我没有相干的等等。这样的话，那
这样的想法呢，就是真爱自己的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修自他交换心的这个第一种障碍。那然后呢，如果我们心里面呢当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次于依此生起苦乐，亦便念云：此是我者应修应处，此是他者轻而舍弃。那就是后面的这些呢，它都会发生。怎么发生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应该要去做，我应该要去什么解决等等这样的，那这是其他的人的事情，对我没有什么的任何的关系，也不会伤害到我，所以呢我们就会轻易的去舍弃这些事情，就是不去做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事情呢都是来自于第一个障碍。那如果有这样的障碍的话呢，那它对治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能治此者，为观自他非有自性，各个也类类别为护观待，维护观待于自意，能起辱他心，与他意能起自觉故，如彼山慈山。那这段话的话，那前一段呢，他就是在确认这个第一个障碍是什么样的一个障碍。那然后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从能治此者这里开始呢，就是在说明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的思维来去什么呢，把这个就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把这个第一个障碍就是让它消灭。那这个逻辑的思维的方式的话呢，也就是说修行的这个方式，自他非有自性各个类别，也就是说这样的想法的话，上面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自他呢像这个青黄一样的这样的没有相干的这样的想法呢，它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自他，他本来就是没有个别的，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什么类别，没有自信的这个类别。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自他是互相关待而形成的。互相关待而形成的，这个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什么简略的逻辑的这个方式啊。那然后去仔细的去修的话，思维的话呢，进一步的去修这个什么思维这个关待的这个一些就是细节，去仔细的去想，仔细的要去什么要去思维。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换成这个换成这个论事的话是这样的，自他为有法，非有自性各个类别，因为唯有互相关待的缘故，譬如
彼山与此山，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论述啊，就是以这个理论的方式来讲的话是这样的。那首先呢，他就是在说明自他的话呢，自他呢当然是有类别的，就是他和我的话都是个别的，都有类别的，但是这里呢加了一个自性各个类别，也就是说自他的话呢，他本来就是它的本质上来讲的话，那没有什么类别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类别的，也就是没有什么各个这样的类别的，没有什么，它的本质上来讲的话，比如说自就是我，它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自信的，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这样的我，只不过是他，只不过是在什么呢，观待我们的这个五蕴，然后呢就是认为我就是存在的，对不对，就是跟这个一样，那他也是一样的。那原因呢，因为自他都是互相观待的，就像彼山和这个此山一样。那彼山和此山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就站在这个就是有两座山嘛，对不对，站在这边的山的时候，我们认为啊，那边的这个山就是，那边的这个山呢就是彼山，那站在我站在这个站在的这个就是就站在这个山的话呢，我认为就是此山嘛。但是呢我们走过去到了那边的山的时候，那我们又认为啊，就是我站在这个站在的这个山呢就是此山，那之前站在的那边的山呢就是彼山，所以就是跟这个一样，它没有一个什么呢，一定的，没有一个永远的彼山或者是此山的。那没有此山和彼山吗？根本不是啊，此山和彼山当然是存在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些存在的方式或者是行止的方式呢，都是我们的这个什么，都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心，他看到了一个山的一部分的这个施设处，那然后会产生一个彼山或者是此山，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假立而已，没有什么一定的这样的彼山和此山的，这个是一个譬喻。那然后呢我们又可以啊用一个做一个譬喻，比如说两座山，那我们呢就是站在这个两座山的山中间的时候，那右边呢就是右山，左边就是左山，左右就是两边左山右山嘛。那我这样的话呢，就是认为就是左山这边是左山，那边是右山。那转过身来的时候，那之前的左山呢，我们认为是右山，之前的右山呢又变成了左山，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跟这个一样，没有一个是确定的，没有一个是一定的什么彼山和什么此山，或者是右山和左山，前山和背山，那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自他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心里面啊，看到其他人的时候，因为看到了他的什么一部分，那然后我们会想到这就是他。那看到了自己，也就是说想到自己的时候，那我们认为这就是我，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一个一定的我或者是一定的他，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就是跟这个青色和黄色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彼山和此山，或者是前山和后山，那然后是右山和左山等等，这个和青色和黄色是完全是不相同的。那青色和黄色的话呢，就是任待于为谁为起，清觉不其余色知觉。那青色和黄色的话呢，不管是任何的一个人看到这个青色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就是黄色。那然后看到黄色的时候呢，不会觉得这个就是青色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呢，就是青色和黄色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是什么互相关待的，不是互相关待的，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关联关系的，就跟这个彼山和此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自他的话呢，就像此山彼山前山后山等等这样的，它有关联关系的。那然后不是跟什么，就像这个青色和黄色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自他，也就是说我自己和除了我自己的以外的这样的一切有情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不相干这样的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就像什么青色和黄色执着为个别的这样的一个心一样。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呢，就是看到青色的时候不会产生什么，不会觉得它就是黄色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去为他做什么些事情，或者是也不会去关怀他，也不会去关怀他人，也不会去为他着想，什么都不会的。因为我们呢，就是认为心里面呢，就是产生的这个像青黄一样的这样的，就是各个类别的这样的执着心嘛，就是不相干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障碍。还有呢，就是它的对峙，它的对峙。其实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啊，就是在修平等心，一切有情都是平等的，慈山和彼山也是平等的，自他也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就是在这个自他交换的这个修行的部分啊，首先他讲的首先在这里面讲的就是修乐意慈心，就是修乐意慈心嘛。那然后再讲平等舍，但是呢，在清国教师的时候，首先讲的是平等舍，然后在平等舍的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修这个什么乐意慈心。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点有一点不一样。那下面呢，应该他们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应该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首先就是平等心，然后在修平等心的这个有平等心的这个基础上呢，再修这个乐意慈心。这个顺序就是修行的这个次第应该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为什么在这里啊
在自他交换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提到修愿以慈心？那然后呢，再讲这个平等心呢？因为在这个自他交换的时候啊，修自他交换的时候呢，首先自他交换的时候，这个法律里面啊，那他呢就是愿意慈心的话呢，自他交换的这个部分呢，修愿意慈心的这个方式，还有呢在七因果教授当中啊，修愿意慈心的方式呢，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说是不一样的。那在自他交换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修这个愿意慈心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也就是说，自他交换的这个功德和过患思维这两种过患。那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对友情自他产生这个什么就是亲切感，愿意的这样的一个慈心。所以呢，他首先呢要讲这个过患和功德，没有讲这个胜利和功德的话呢，剩下来呢就是没有办法修的嘛，对不对？修什么法律呢？首先要讲胜利和这个什么胜利和他的这个过患，然后再讲修行的方式嘛。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他在讲这个胜利和过患的同时呢，就有讲这个修愿意慈心的这个方式，所以呢他是一起讲的，就是一次起讲的，没有特别的就是列出一个什么科判讲这个什么愿意慈心，也没有什么必要的嘛，对不对？那然后再讲这个平等心。但是呢在七因果教授的时候，他是特别的列出了一个愿意慈心的这个部分，然后怎么修。那首先的话呢，他就是平等心，然后呢愿意慈心。愿意慈心呢就是修的时候呢，他是透过思维这个知蒙、念恩、报恩三种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产生愿意慈心，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愿意慈心的基础上呢，就是思维友情的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呢才会升起悲心。我们才会升起悲心。那有了悲心的话呢，我们呢就会去为他们，就会为他们会着想，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还是看一下上面的这个七因果教授里面的，大家看一下啊。在讲七因果教授的时候，这个平等呢，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修平等舍？那然后在这里的话，自他交换的这个部分啊，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思维的方式来修这个平等舍？我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广略啊，七因果教授的这个部分。请大家翻到216页。
看到了没有？216页。可是你要开始念了吗？这个还是等一下。216页的话，好，那你念一下吧。就是若尔与彼，好，若尔有修何事，能断贪嗔，对不对？对。216页第一行。对。与彼由修何事能断贪嗔？未修二事，旧有情者未念一切心乐厌苦，皆悉同故。源于一类执为清净而心饶意，于他一类即为疏远，或作损恼，或不饶意，不应道理。救自己者，当作事师。从无始来，于生死中未经白返。为我亲属，虽有情亦不可得。于谁应贪？于谁当嗔？此是修次中篇所说。哦，到这里就可以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我们对轻敌，对这个轻敌。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断除对于轻敌的贪和嗔呢？所以呢，就是未修二事，有两种的方式的意思。就是我们想要断除这个有情的贪嗔的这样的心的话呢，就是要从两个就是角度来去思维。那这个呢，上次我们也已经讲过了。那他的这个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也就是说，就有情者，就是从有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一切有情呢都是想要离苦得乐，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没有什么其他的，都是想要离苦得乐。所以呢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一部分的友情呢就是当作亲人，就是过度的去珍爱他，做一些自私的这样的事情。那一部分友情呢把它当作敌人，就是这样的两类。那然后呢去伤害他们。那一部分友情呢不应该把它什么呢当作不认识的，或者是就是这样的，那然后呢就是疏远，认为是不相干的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意思。为什么呢？对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不管是你或者是我或者是他，都想要的就是离苦得乐，没有什么任何的，就是想要的离苦得乐。你想要的乐他也想要，你不想要的苦，你不想伤害，不想什么受到伤害的，那同样的他和你等等这样呢都是一样，他们也不想要的，所以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修这个一切友情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我们去过度的去什么呢珍爱，就是自己的或者是自己旁边的这样的人，也不能去什么呢就是疏远
那个什么不认识的人，也不要去伤害他人，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然后呢，就自己而言，就自己者当作是思。那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对自己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要讲一下，就是就是我们啊，我们呢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方面啊，对友情的这个态度，对友情的态度的话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不能有贪和嗔，不能有这样的分别心。为什么呢？因为从无始以来，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没有一个任何的友情是没有曾经做过我们的亲友、母亲等等这样的。那在做母亲的时候呢，跟现在的母亲是一模一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就是恩德等等。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就是对友情的这个态度呢，把它看成什么呢？敌人或者是就是疏远的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在亲果教授的时候啊，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所依，在修这个平等舍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两种的方式，我们就是让我们去思维这样两种的逻辑的方式来去什么呢？打消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什么就是轻敌这样的一个贪嗔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烦恼。那然后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对这个友情呢产生一个平等的这样的心。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两个就是方式。那上次呢我讲到就有三种嘛，对不对？有三种的方式嘛。那但是呢，我认为下面的这个就是又于亲属其贪爱时，如月上同云请问经。那这个呢，我认为它是属于上面的就是一部分，上面的就是一部分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那总之呢，就是有两种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式。所以的话呢，在亲国教授在讲亲国教授的这个所依平等舍的时候，是用两种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对于友情呢就是产生一个什么平等心。那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光有这个平等心是没有办法发起菩提心的。那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对友情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同忍心，就是感情慈爱的这样的心。那这个乐意慈心的话呢，在亲国教师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来就是修这个什么乐意慈心呢？好，请帮我念一下，就是引发一切成乐意向者，引发一切成乐意向者，修次中篇云，此水润泽内心相续，
如湿润田，次下悲种易于增广，故心相续以持熏习，次应修悲。所说此者，位于诸友情，见如爱子悦意之相。又此所说，由修等舍，习灭贪嗔不平恶色，如调善田，次以见为悦意持水而润则已。下以悲种，则大悲心速即当生，应当了之，即为切要。此中有三初修母者。好，就到这里啊。求初修母者，对不对？所以呢，在清英国教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首先呢，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引发一切成悦意向者，也就是说，对于一切有情呢，有这个平等心之后，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就是第二个步骤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友情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感情，就是亲切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也就是说悦意慈心。那不然的话呢，没有办法，没有对他有这个什么悦意慈心的话呢，就像我们的就像什么，就是爱子一样，这样的心都没有的话，那当我们呢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去思维他的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呢根本不会产生什么不忍同的心，不忍心啊，不会产生任何的悲心，我们也不会去什么为他做什么事情，不会去关心他，也不会去珍爱他。所以呢，原因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发起大悲心，一定要有对这个所缘境，一定要有悦意的慈心。所以呢，对这个友情呢，悦意慈心的这个程度就是越强，那这个悲心呢，当你在这个思维或者是看到听到这些友情的这个痛苦的时候，那这个大悲心它就比较强烈，就是比较强烈的。那悲心强烈起来的话呢，那这个什么增上意乐菩提心呢，它就是当然的，它就是比较的什么呢，比较强，比较坚固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悦意慈心、悲心、菩提心这三种呢，就是在这个清国教授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为了对于一切有情引发悦意慈心，要修什么呢？就是要修三种的法。三种是什么？知母、念恩、报恩。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呢，上次我们也已经讲过了，那自己去去就是自己去读啊，就是如果是已经忘掉的话，那就自己去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五种什么呢，弥勒菩萨还有无着菩萨等等，就是从这个广行的道次第的祖师这里传下来的修菩提心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清国教授的这个方式呢，他就是在修这个悦意慈心的时候，就是首先呢他就是用什么思维、知母、念恩、报恩，就是用这样的三种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心里面呢发起这个悦意慈心，是这样的。好，那看完这两个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的这个啊，那在自他交换的时候，因为这里面呢他没有讲到那么详细的，所以呢我就是跟大家还是把它就是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是从文殊菩萨还有呢祭天菩萨他们这里传下来的修菩提心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在清因果教授的当中也就是说不管呢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发菩提心啊，这个乐意慈心悲心还有这个什么呢乐意慈心也就是说慈悲心是一定要的，就是没有发起慈悲心的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发起这个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升起的。所以呢祭天菩萨呢在这个自他交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修什么呢，首先修这个什么平等心，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呢自他都是平等的，自他呢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都是互相关待的。比如说我站在他的这个那边的时候呢，那这边呢会成为他人，那然后他站在这边的时候呢，那边呢就成为什么我等等这样的。所以就像什么就是此山和彼山一样，没有什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没有一个一定的什么呢你，没有一个一定的我，没有一定的他，就是自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把这个自他执着为就是认为是不相干的，认为是没有什么呢没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联关系的这样的，就像青黄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自他交换的这个部分的就是修平等心的一个方式，修平等心的方式啊。那他呢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修平等心呢，就是他说修平等心的话那就是有两种的障碍。第一种障碍的话呢我们呢就把这个第一种障碍的话呢就是自他执着为就像青黄一样的各个的类别，这样的想法是一个障碍，最大的障碍。那它的对峙呢我们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它遮止，想要遮止的话呢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遮止呢，下面呢就是他就有谈到能治此者，就是下面的这个逻辑啊，就是不断的要去我们呢就是不只是一次两次啊，就是每天都要去考虑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要去考虑。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会慢慢的会知道真的是自他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一定的自和他，都是互相关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慢慢的会产生的。那然后祭天菩萨呢在修这个在这个修平等心的一个基础上呢，他还是要发起这个乐意慈心的。那乐意慈心的话呢他是怎么修的呢？乐意慈心呢他是用什么呢，就是自他交换的
自他交换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我们去了解自他交换的胜利，无患的这个过失，就是思维这两种的方式来对于什么呢？众生产生一个什么愿意慈心。那最主要呢，我认为的话呢，就是自他交换的这个思维，自他交换的这个功德，我们去详细的去思维的话，真的会对于这个呢友情呢会产生非常非常的这个什么，就是亲切感，也就是说比较亲近的、比较慈爱的这样的心，这个是一定会的啊。那他呢在这里的话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成立这个什么呢修，不能说成立啊，就是修愿意慈心的。所以呢就是说尽是所有乐，悉从利他身。那然后的话呢，尽是所有苦，皆从自他利，自利起。所以我们首先呢去思维，这里呢是很简单的，它只有一个偈颂嘛，就是四句话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首先去思维这个前两句的时候，尽是所有乐，悉从利他身。那这个呢也就是说一切友情呢，也就是说自他是没有什么的不平等的，因为一切友情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呢，快乐呢，都是来自于一切友情，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那然后我们去真爱他人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快乐呢，它就会不断的会可以享受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快乐就是来自于真爱他人。那一切的这个祸害呢，就是来自于自利。那我们呢就是去进一步的去思维的话，那就是会什么呢升起这个愿意慈心的啊。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啊，他一定会有一些感觉的。比如说我们呢就是尽是所有乐，悉从利他身。那我们呢反过来就是看一下，从倒过来解释一下，那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快乐呢，是不是怎么说是不是呢从利他而产生呢？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要去想，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快乐是不是真爱他人而产生的，来自于真爱他人呢？所以说这样呢要去进一步的要去想。那然后我们这个呢前两句的话，我们搭配这个修心八义的话，修心八颂里面呢就是第一句啊，第一句的话是这样的，我与一切有情众，视之优胜如意宝，一彼能成，
究竟力，愿常心怀真爱情。也就是说，我们呢，对一切友情呢，一定要视为比如意宝还要珍贵的，还要珍贵的。那为什么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呢，比如意宝还要珍贵呢？那如意宝的话呢，对于这个今生来讲呢，它可以满足我们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等等的这些外在的这些什么资财等等这样的吧。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利益到我们的来生或者是究竟的这样的利益。但是呢，友情来讲的话，那不仅是能够满足我们今生的这个所需，那而且呢，来生或者是究竟的这个佛陀的果位都是来自于友情的。所以呢，这个友情的话呢，比如意宝还要珍贵。所以我们就是愿什么呢，愿常心怀真爱情。所以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去想一想，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住的这个房间或者是等等吃的饭等等，都是来自于友情的，都是来自于友情的。所以呢没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不靠什么其他的人，然后就是独自的自然的，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自然的。所以说就是友情呢，就是非常的就是重要的，非常的比如意宝还要什么呢，珍贵。就是我们就是值得去珍爱，值得去关怀，值得去照顾的意思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呢，就是修这个乐意慈心的，就是自他交换的时候啊，在自他交换的这个教授里面呢，从这样的一个就是珍爱他人的这个功德，思维珍爱他人的这个功德呢的情况下呢，就是修这个乐意慈心。好，那这个呢就是祭天菩萨呢修乐意慈心的这个方式。他就是什么呢思维能够自他交换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不能的话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失，就是特别是思维什么呢真爱，就是真爱他人的这个道理，就是修这个乐意慈心的。那然后就是了解啊，就是了解这个什么真爱他人的这个什么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去思维其他人的一个痛苦的时候，心里面呢他就会自然的会产生悲心，就是不忍心。所以这些呢，修乐意慈心和修平等心呢，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修菩提心，就是为了修菩提心，最后就是为了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的。好，那然后
然后的话呢，根据就是集学论，自他平修自他平等坚固菩提心，自他为观待万如彼，此彼岸，此彼自非彼，那观谁而成此，自切不成自，观谁而成他，那此说唯由观所待处而假立，假安立，全无自信。那前两句的话呢，真的就是上面的这个已经讲过了，也就是说，想要升起一个坚固的菩提心的话，首先呢，要去修自他平等舍。那为什么自他是平等呢？因为它是互相关待的，就像此岸和彼岸一样。此岸和彼岸呢，是什么样回事呢？因为没有彼岸的话呢，怎么会有人认为有彼就是此岸，对不对？没有此岸的话呢，怎么会有人的心里面呢会产生有一个彼岸？所以呢，都是这样的意思啊。没有一个是什么独立的一个，就是全无自信。所以同样的道理，自他也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第二个障碍，恶为又念他之痛苦，于无害于我，未除彼故，不须历历。除此爱者，未若如是，则恐老时受诸苦恼，不应少年积集财物，以老时苦无害于少故。如是其手亦不应除足之痛苦，以是他故。老时幼年前生后生仅是一例，即前日后日上午下午等皆如是之。若为老幼是一相续，其手足等是一生俱，故与自他不相同者。相续与生俱是于多刹那多之分而假失色无独立性，自我他我亦皆于假俱相续而安立，故言自他皆观待力权，皆观待力全无自信，然由无始串习爱执增上力故，自所生苦便不忍受。若能于他修习爱执，则于他苦亦能发生不忍之心。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的这一段的话呢，就有提到第二个障碍和怎么去遮止第二个障碍。那第二个障碍的话呢，又念他之痛苦无害于我，未除彼故，不须历历，除此不须历历，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也就是说，就是他人的这个痛苦呢，不会，也就是说，对我呢，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所以没有必要就是为他人的这个快乐，为他人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呢，就是去努力的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想法呢，就是第二个障碍。第二个障碍，那第二个障碍呢，遮止的这个方式的话呢，若是为若是若如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简单来讲的话，第二个障碍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就是我们不需要为他人着想，因为他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对我不会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若如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呢？意思就是说是错误的想法。那为什么说是错误的想法呢？那接下来呢，寂天菩萨呢就有提到，就是七种的，就是七个，就是七个这个例子来证明，就是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错误的。那七个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排列出来的话，就是这样的，前后身，那然后呢老幼，那然后今年和明年，今日和明日，上午和下午，还有呢手脚，就是有七种这样的一个例子。那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来证明上面的这个想法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呢？也就是说怎么样去遮止这样的想法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则恐老死受诸苦恼，不应少年积己财物，以老死苦无害于少补。也就是说，那难道就是担心自己年老的时候就是受到了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等等受到了这样的痛苦，那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不需要什么去上班，还有呢赚钱等等，这些都没必要吗？因为年老的这些痛苦，到一到年纪年老的这个时候的痛苦呢，对年轻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第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推翻下，就是在遮止上面的这个第二个障碍啊。那然后呢就是同样的前身和后世嘛。那为了这个什么，我们不堕入来生这个恶趣，或者是我们来生啊不受到痛苦呢，在今生不需要什么行善断恶修菩提心修法等等这样吗？因为来生的这个不特伽罗的痛苦啊，那即便呢他堕入了恶趣，对今生呢没有任何的伤害，对不对？不会对今生造成任何的伤害嘛。第二，那第三的话呢，这里面的，因为我为什么就是讲到了这个等啊，讲到了这个年，因为上午下午等，这个等里面呢就是有年月两个啊，所以加起来有七个。那第三的话呢就是年，年的话呢比如说，那你如果是这样面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正确的话，那难道就是为了明年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明年呢就是事情的顺利，那今年不需要什么准备一些什么什么等等这样的吗？因为明年的这个事情呢对今年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啊，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同样的，今天和明天，那为了明天的有一些事情就是办一些事情，那今天不需要什么准备吗？明天的这个事情顺不顺利啊？对今天来说的话，对今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它不会对今天造成什么的什么事嘛，对不对？那然后同样的，上午和下午，那然后我们的手和脚，那手脚的话呢，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来推理的呢？比如说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治这个手的伤就是脚的这个伤，比如说我们脚受伤的时候，那为了这个什么脚，为了这个脚的这个伤啊，解除这个脚的伤，那不需要，就是难道不需要用我们的手来就是擦药啊，或者是什么包扎等等这样吗？因为这个脚的话呢，脚的痛苦啊，对我的手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七种的这个七个例子来证明上面的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他人的这个痛苦跟我无关，所以我不需要去为他人着想，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就是用七个例子来证明的所以这些呢，他说来说去呢，都是在说一切友情都是平等，自他都是平等的，你想要的这个快乐他也要，我不想要的痛苦他也不想要，就是都是一样的意思啊，都是一样的。那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断证，那断证的话呢就是上面的这个逻辑啊，那有人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他说为什么说是不合理没有道理的呢，不正确的呢？若为，有人说若为啊，老幼是一相续，其手足是一身具，故与自他不同者，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想的。你上面说的这个七个例子啊，这都是没用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了明年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准备，为了就是年老的时，就是打算就是少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准备，要去积极什么资财等等，就是去赚钱。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认为因为这些呢，前后世还有呢年幼，还有今天明天，今年明年，上午下午，这些都是一相续的，这些都是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它就是一个一相续，所以这个是必要的意思啊。那然后手和足的话，它虽然不是什么一相续的，它不是一个一相续啊，但是呢它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东西手足呢还是有关系的意思，这个是必要的。脚受伤的时候，那我们的手呢就是要去什么包扎等等这样的，一定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认为啊，跟这个自他是完全是不同的，自他，他就是他，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他是这样想的。那然后的话呢，齐天菩萨呢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在反驳，就是破除这样的一个想法，刚才的这个回答的。那相续与身具是与多刹那还有呢多之分而
假设失，还有呢无独立性，自我也自我，自我他我，还有呢一皆与假具相续而安立，故就是言自他皆观待立，全无自性。那这里面呢没有讲到那么多的道理，意思就是说总结的话，虽然这个年幼啊，还有呢就是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他们都是相续，还有呢一相续的，还有呢整体和部分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一相续和整体和部分他们都是依靠的是什么，自己的摄施处，就是施摄处，然后呢就有一个什么今年和明年，还有呢年和老等等这样的，没有一个是独立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没有独立的，都是互相关带而形成的，没有什么独立的一个什么年老等等这样的。那既然是互相关带的话呢都有关系嘛，对不对，都有关系的，所以说没有什么不相干的这样的，不相干的这个看法呢就是一个错误的。那然后的话呢然有无时串喜，那这里面呢最后这个一段那他就是在说就是在有这个自他交换的平等心的这个基础上，那然后呢我们去了解珍爱他人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呢就是来自于他人，来自于一切的友情，那这样的去什么呢思维，那这样的话呢会产生一个乐意慈心，那这个乐意慈心的情况下呢去思维他们的这个痛苦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升起一个就是悲心，一定会升起悲心的。那这个逻辑呢它是怎么怎么证明的呢，就是人有无时串喜，爱执增善利故，因为我们珍爱自己的这个心呢是无时以来，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一直就是爱自己，所以对自己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不忍心，对不对啊，不想忍受嘛，忍受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就是痛苦的感觉啊，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痛苦的感觉嘛。那为什么会产生痛苦的感觉呢，因为我们这个珍爱自己的心呢是太强了，就是太强了，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那然后换这个位置的话，欲能与他修行爱止，则于他苦亦能发生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就是悲心啊，所以上面讲到的这个什么平等心的基础上修乐意慈心，那心里面呢对自他有一个乐意慈心亲切感的话，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对他们呢思维对他们的这个痛苦的话，一定会升起悲心不忍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珍爱他，因为珍爱他，所以他们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感觉就是不忍心，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心里面的感觉不痛苦的，对自己啊
因为我们爱自己，所以呢，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痛苦，就是跟这个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爱心呢，就是把它放在哪里，它就会产生，能够产生啊。放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会产生不忍心。那放到他人的身上的时候，那同样的，我们去思维他的痛苦的时候，会产生悲心。所以悲心是借修出来的自他交换的这个部分的啊。所以这里面呢，从这个自他交换的开始到这一段，到这里为止啊，他最主要在讲的就是菩提心的这个所依，自他平等，然后在自他平等的基础上呢，修乐意慈心，然后修到乐意慈心之后呢，在这个乐意的对友情的这个慈爱的这个心的情况下，再去思维他们的痛苦的话，能够升起悲心。所以这里面呢，就有讲到平等心、乐意慈心、忍心，也就是大悲心。所以这个里面呢，它就包括了就是从什么弥勒菩萨这里传来的什么清国教授的，就是前六种。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啊。